我刚才也是。哦，那到国内可能它是更贵的，因为你还有培训费用。国内中关税我就一公斤，我这样说三百多。但是你在这，你比如说你关税增值税。对啊，但是在国内他们肯定卖的话就是很多钱啊，就是你卖了他们100块，但他们在国内1900人民币。1900人民币就是100美金，这样1900相当于翻了300美金，对啊，加上翻。还最老的呀，是人家给你钱，人家给。你看你不知道，红色有种马呀，给水有。